接着看，上方世界啊，十尊佛号的第二尊啊，秀王佛，表大乘菩萨道法。 无上道之径路也，<coughs> 啊！星是星宿，星宿当中的王，也就是星星里面最大的，在我们啊，这个都是以世间法来讲。 完全是我们也能够啊看得到，啊，就是感官当中啊最大的，啊，这个天上星星最大的就月亮了，啊，没有这星星啊没有比月亮更大的了。那事实上月亮是不是最大的呢？这个我们不谈。 我们只射射我们的感官，啊！我们现在抬头看看天空，啊，月亮最大，啊。这是表大乘菩萨道，啊，大乘菩萨道。 也有书生不同啊，当然大臣一定是超过小臣。大臣里面做比较呢，有近路啊，有容易成就的，就是这个法门呢、啊，有难易。经路啊，是近路啊。 近路是近路啊，小乘远呐，迂回呀，啊，啊啊、不能成无上菩提。啊，大城跟小城比呢，大城是近路。啊，所以这是个比较法，啊，大小城好比星星，哎，大城好比月亮。 阿拉光明当然大多了，啊，取这个意思。啊，可是我们一定要想到，这个十种佛号代表的圆满的佛法。你看，地尊、梵音，啊，换一句话说。 无论是大乘、小乘、贤教、密教、宗门教下，啊，说法的音声呢，通通是反应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小乘出国就破四相了，啊，就不着相了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无我无私。啊。 出国就真的了啊！那么这就是入了圣人的一流了，入圣流了。他不是凡夫了啊！凡夫，换一句话说，没有离开自私自利啊，没有忘我啊，念念呢总是念着我，我没忘掉。 小臣出国，我忘掉了，无我了。这圣人、凡圣的差别在此地。换一句话说，有我就是凡夫，无我就是圣人。啊，这个是最简单的区别。啊，凡圣差别在此地啊。啊，六道凡夫就是道，飞翔飞飞向天。 他四相没破，所以他比不上小程序的话，啊，大乘原教粗行为的菩萨，啊，四相破了，啊，这才真的清净，没有染着了，啊，那么这个是佛法学习的。 根本，凡音佛了，来代表啊，自行化他了，无不清净了，没有染着啊。修王佛呢，代表大臣。了啊，大臣是无上道的经路，是一条径路。 第三尊佛号向上佛。表禅宗六祖传向忏悔章所示，刑法，金中经也。啊，为什么用向上呢？ 六足坛经里面，传香忏悔这一篇啊，这一篇经里面讲的是五分化身香啊，啊，界香、定香、慧香、解脱香、解脱知见香。 无分法身相啊，所以相上佛代表禅宗啊，禅宗在大乘里面又是大乘里面的接近。所以净中经也，哎，净路里面还有净路啊，这个表法很有意思啊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为我们选择法门。 啊，哪个法门好呢？啊，小乘比大乘好。啊，禅宗在大乘里面那最殊胜了。那么再看第四尊佛了，相光佛，表尽宗念佛法门。 啊，可以说“相光”代表呢，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“相光庄严”。啊，所以诸位要看到“相光”这两个字呢，你就晓得它代表的是净土宗。啊，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有的寺庙啊，用“相光”做名号啊，“相光寺”。 相光堂，相光室。啊，相光庄严，你只看到相光，他一定修净土啊，这从楞严经上来，在修净土。啊，楞严为相光庄严，来，净中净又净也。啊，禅宗师。 径中径，净土呢是径中径右径，啊，换句话说，径路里头最近的一条路了，最直接、最稳当、最容易，啊，最简单，成就又无比殊胜，所以径中法门呢，也称之为径中径右径。 意思在此地啊！啊，你看他这个地方佛的名号啊，就暗含着教给我们怎样去选择啊。这个三尊佛很有味道啊！啊，我们要选择哪个法门？选择大乘啊，禅宗、净宗啊，禅宗比净宗。 难了、啊。古大德说：“经中法门，万修万人取啊，一个都不会漏掉的啊。但是修学这个法门，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、方法、境界啊，经中经论。” 这里面就是给我们讲这三桩事情，啊，我们懂得这个这个净土的道理，知道修学净土的方法，啊，知道净中果报的境界，无比的殊胜，啊，清清楚楚，明白明白白。 他不是盲修瞎练的。再看第五尊符号，大眼见符啊！前面我们看到眼见符，这个地方有大眼见符。 这尊佛表的意思是以大法啊，以最上法与人，一生称佛啊。我们要帮助人，不可以另法啊，要把最上的法门。 介绍给别人，啊，让他在一生当中呢，就成圆满的佛果。是以，敬重祖师，尊称大师也。大师这个称号，是对佛尊称。 啊，佛门里头只有诸佛如来称大师。啊，你看菩萨，等觉菩萨，啊，观音菩萨，我们称观音大师，不称大师，为什么？他不是佛，这个我们不能不懂。啊，我们这个凡夫一般出家人。 要称大师，那就太过分了。啊，别人对他尊敬，称大师，那还情有可原；自己决定不可以称，啊，这没有这个道理的。敬宗祖师自己也不会称，啊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后人称他，啊，他在世的时候。 像印光大师在世，你看早年这个文超。这是祖师在世的时候，文超就流通了，啊，我们看到这个文超，这个呃题这个题书的这个题名。印光法师文超。不是大师啊，法师文超啊。 他老人家元吉之后，王胜之后，啊，后人尊他为晋中第十三代祖师，我这才成大师。啊，他生前没有人称他大师，自己也不敢称大师，啊，后人称的啊，在历史上，啊，一般。 对净土中的祖师陈大师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法门，用这个法门呢来接引众生，跟诸佛如来啊是无二无别。啊，诸佛如来用什么方法教导众生，在一生当中成佛、成不上道呢？ 那就是这个方法。哎，现在敬宗这些法师啊，他也用这个方法，那跟诸佛如来所用的方法没有差别啊。啊，所以称为大师啊。华严宗的祖师不成大师，天台宗的祖师也不成大师。 啊，古时候做了皇帝的老师了，也不称大师，称过师。啊，一般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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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呃，各国宗派里面这祖师、啊、称祖师，不成大师啊。啊，第几代的祖师。啊，清凉大师啊，这是我们后人尊称他的呀、啊。 啊，他是贤手中第四代的祖师。啊，宗密是第五代的祖师。啊，称四祖五祖，不成大师啊。唯独净土中的成大师。那么从这些地方呢，我们就明了净土法门殊胜呐、啊。 跟诸佛亲自教诲，没然呀，这真正不可思议啊！这叫大因见佛了啊！再看下面第六尊杂色。 宝花延生佛，这一尊佛的名号，就是代表大方光佛花音啊，《华严经》的名题，这个经的题目，要照梵文。 直移过来。啊，那是大方广佛陀杂花庄严经啊，直移过来是这样的。中国人呢喜欢简单啊，把佛陀投资省掉了。 把杂花，啊，杂字省掉了。啊，把庄严庄字省略掉了，啊，所以就翻成《大放光佛华严经》。你看看此地，杂色宝华延身佛，是不是代表大放光佛华严呢？ 这一尊佛表一生圆满呐，为华严相知啊！啊，由正舍念佛法门为救经之归也，应生死之，四法善财可以啊！啊，这是举出大经。 来给我们作证呐、啊。啊！一生圆满成佛，善财童子做了代表。啊，这个在我们佛门里头可以说最著名的了。啊，善财童子没有第二生呢、啊，一生就圆满。 由正摄念佛法门为究竟之挥啊，用华严经来做证明啊。华严是怎么样在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的？念佛法门，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净土。啊，在华严会上。 我们所看到的善财童子的根本之之后，啊，诸位要晓得，这个的根本之就是禅宗里面的大彻大悟啊，明心见性。 这是得根本治啊！得根本治之后啊，老师就叫他出去参学。啊，参学是什么意思呢？参学是成就后德智，啊，成就究,究竟圆满的后德智，这五十三餐呐、啊。 第一位参访的善知识，这很重要。啊，事出事间法都有这个意思，叫先入为主。啊，第一个老师非常重要啊。啊，这第一个老师，八十花也是德云比丘。 四舍华言，称为吉祥云比丘。啊，吉祥云跟德云是一个人。啊，吉祥就是德。啊，这是两两个翻译的人翻的不同。啊，原本是一样的。啊，那么吉祥云比丘修什么法门呢？他修的，我们现在所讲的。 波洲三昧，啊，波洲三昧是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他修这个法门。善财童子去参访他，向他请教，他给善财说了二十一种念佛法,法门。啊，这个二十一不是数字，啊，我们晓得二十一是密宗里面的表法。 表大圆满，啊，华严是整个佛法的根本呐、啊，佛家称作根本法论。啊，那么现在人讲呢，用现在的这个呃这个呃术语来说呢，佛学概论。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，不出化缘啊，化缘全部都包括了，啊，所以称为圆满的法轮呐。吉祥云实现的。 这个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啊！善财在这里学到了。我们在细心观察呢，他的老师文殊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菩萨，都是发愿求生净土。 都是修的念佛法门，这是华严给我们做证明啊。那么到最后，一位善知识，普贤菩萨，第五十三，第一个是吉祥云，最后一个是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教善财童子，是十大愿望，导归极乐。 那么我们从这一个开头叫念佛法门，一个最后到圭即乐哦，我们这就完全明了了。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？念佛法门。自始至终啊，他都是修念佛法门。啊，你看看当中所参访的，那就是说他什么法门都接触，他都通达。 但是自己修炼佛法门啊，决定没有影响，决定没有改变。五十三参含着这个意思啊，这个要是看不懂啊，那你五十三参就别看了啊,啊。没参防一卫善知识，我们在幕后。 这个一段经文，清凉大师的科判。这个课题是“念得礼慈”啊，这四个字怎么讲法呢？念得是感谢善知识的教诲啊，善知识为我演说，我通通明白了啊。礼慈是什么意思呢？ 你是恭恭敬敬，啊，词是不学这个法门，还是学自己的念佛啊？我很感激你教我，我都明白了，明白了是智慧开了。立词是如如不动啊，自己常住在念佛三昧当中。 他才一生成就啊！啊，一生成就是靠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！所以这个是啊，证实念佛法门为就近之归。 净土中的祖师啊，第一个祖师是谁呢？普贤菩萨是第一个祖师啊！啊，华严会上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你说他不是第一个祖师，谁是第一个祖师？呢？啊，可是我读下联居。 老居士的《静修皆要》，我看到他上面呢写的是“静中出祖。南无大势至菩萨”哦。啊，这一句话真是提醒了我。没错，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的是，大势至菩萨是最早最早专修净土的人。 所以，大势至菩萨，净中处处是法界处处。变法界虚空界，这是大势至菩萨第一个修净土的，法界处处啊。普贤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处处。啊。释迦牟尼佛事先成佛第一步。讲。 华严经，啊，这第一步讲华严经，在第一会呀，哦，这个这个这个普贤菩萨就十大愿望，倒归极乐了，啊，所以娑婆世界的出族，啊，中国的出族呢，慧远大师啊，啊，这在东晋时代。 在庐山建这个林氏啊，东宁念佛堂啊，这个集合志同道合啊，专修敬业的这这这些人，一百二十三个人在庐山专修敬业啊，成为这个这个。 中国警钟啊，第一个发起人，我们称他为出祖啊。所以讲出祖，我们要问哪一位出祖？啊，娑婆世界出祖，还是法界出祖？啊，中国出祖？啊，早年我在美国。 也是到处成立金钟学会，啊，美国、加拿大大概有以前是有二十多个金钟学会，啊，现在我不晓得还在不在了。黄念祖老居士跟我开玩笑啊，哎，他说净空法师，啊，你是美国金钟出主啊？ 所以，出自看哪个地方啊？哪个地区首先提倡啊？这个念佛的人，幕后啊，应身四指，我们要多想一想啊。这个法门很多啊，八万四千无量法门呢。 我们怎么选择呢？学善财就好，施法善财可以啊。善财选的是念佛法门，啊，持名念佛，求生净土，他成功了，啊，他真的往生了。 第七尊，佛号是娑罗树王佛，表云正究竟坚固，为大法王，密经不二也。啊，梭罗树王佛。 是代表密宗啊，密法成就近坚固啊，所以它表圆满的正得就近坚固的密法大法王啊啊，显示。 迷禁，不尔。因为，在大乘佛法，中国啊分为八个宗派，大乘八个宗派，小乘两个宗派，啊，所以中国佛法一共分十个宗派。 这十个宗派呢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到最后啊，总结只有三门：觉正经三门啊，像信宗、禅宗走绝门啊，大彻大悟啊。 明心见性啊。那一般的教下呢，走正门，正知正见啊，这教下所走的净土宗跟密宗啊，它走进门，心经则佛土尽啊。 啊，水密跟净土是同一类。啊，虽然同一类呢，密难，净土容易。啊，难以、啊、很容易辨别。净土中讲的身心清净，啊，它是远离。 然后啊，保持清净呢，这个容易啊。密宗清净呢，比净土殊胜啊。为什么呢？它不利然物啊，再然而不染，这个高啊啊，那当然就难了。所以密宗的成就不容易。 都是修清净心啊！这个黄念祖老居士是密宗的金刚二舍里啊。我们一般讲上师啊，他老人家最后念阿弥陀佛往生的啊，他没有用他的密法啊。最后的时候，他是一天十四万声佛号。 求生净土啊！这个黄老告诉我，我到北京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中国从解放之后啊，四十多年啊，那个时候还不到五十年呢，四十多年，中国十三亿人口。 学密宗的人，这个四十多年，这么多人，都有几个成就呢？他给我讲六个，而且告诉我，从此以后啊，学密宗不可能有成就，只有修净土。 啊，再染无而不染，这个功夫高啊！几个人能成就啊？啊，密宗修学不利无欲流程，啊，天天在无欲流程里面，他一丝毫不沾染，他有这个本事啊，有这个功夫啊，不像净土中啊。 净土宗是离开无忧六尘，修清净心呐。啊，所以在等级上讲的时候啊，这个密宗的清净是上乘的，啊，上上乘。啊，我们净土宗的这个心地清净呢，中下，中下层啊，比不上密宗啊。啊，所以密法。 我们应当尊敬啊，自己知道没有能力修学，啊，还是修这个念法法门，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之后，再把我们的修行方法、境界向上提升，啊，这就正确了，啊，这个一点都不错。 静密为什么不二啊？都是修清净心。后面这个三尊佛跟东方啊就互相照应了啊。我们在这个这个呃六方佛里面最初看到的啊，在这个呃东方。 我们看到这个佛的表法，表三身呐，啊，阿刍比佛、须弥相佛、大须弥佛、须弥光佛，啊，当中你看都用须弥，须弥像、大须弥、须弥光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出学佛人所求的。啊。 就是要希望正德，化生、报生、应化生啊，这叫就近的佛果。那么到上方呢，我们看到了报化得福，表圆满报身啊，圆满报身。 就是圆满的智慧身呐、啊，自信本具般若现阱见一切义佛，表千百亿化身，无眼圆明，普应群机也。啊，那么这就是。 应化身呐、啊，啊，千百亿化身呐、啊，在九法界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呐、啊。感应道交，决定不摄食。 有感立刻就有应，啊，绝对不会说是没有应的。感应的道理在前面讲过了，啊，感有四大类，应也有四类，啊，有显感显应。 显感应印有敏感显印敏感明印啊，感应道交的这个现象啊，不外乎这个四大类。佛、菩萨、阿罗汉都有这个能力啊。 但是如来这个感应呢，是无条件的，变应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变应啊！菩萨跟阿罗汉呢，有的时候他有缘分啊。这个佛家常讲嘛，佛不度无缘之人啊，菩萨罗汉呢。 跟这个众生有缘，啊，他就来应；跟这个众生没有缘，他不来应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来应的时候，众生并不欢喜他。啊，他是很想来帮助你，但是你不喜欢他。啊，你不要他帮助，你不接受他，他就不来了。啊，佛不一样。 佛是无条件的啊，但是佛的印，刚才讲了，有显印，有明印，明是暗中啊，保佑你，你自己不会觉察到啊，显印呢是很明显的，你能够觉察到。 感应道交，不可思议啊！所以这是表佛的应化身呐、啊。最后一位，入须弥山佛。啊，这须弥出现了，表清净法身为一切法之离体也。 如须弥山佛啊，那么这个三生三生是一，云正一体三生。啊，三生是一二三三个一啊，从智慧上讲是报神。 从离体上讲，是化身；从作用上讲，是应化身。一体三生圆满的正德啊！你看，他跟这个呃东方相应啊，彻始这种啊。 我们看底下一段，以上六处佛名号含义甚深呐、啊。密室念佛人，自初发心至圆满菩提，一生承办之列成之要啊。如华严五十三餐呢、啊。 不可不知，佛智慧究竟圆满了，教学的方法高明到极处啊！ 佛经上常讲“善巧方便啊”啊，这四个字我们很不容易体会啊，你、啊、细心观察了，你才晓得啊，他是怎样显示这个善巧方便。啊，你看看，就是举这些名号，这名号通通是教你教教导我们。 怎么样修学？啊，东方把修学的基本，啊，根本法教给你了；南方修会，西方修福，啊，北方这个佛会，你都有了基础了。 你要开始教化众生啊，北方就开始教化了啊，教学相长啊，你要提升你自己的境界，要挣得更高的果位，你不用教学的方法，很困难呐、啊。菩萨没有不教学的。 没有不为一切众生服务的，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，是修福啊，教学是修慧呀、啊，福慧双修啊，所以成佛叫二足尊呐。有慧没有福不能度众生，有福没有慧也不能度众生。啊，这北方开始了。 啊，然后上方，哎、呃，下方上方，这个下方六尊佛代表大乘菩萨六度法门呢。啊，最后上方给你讲究竟圆满。啊，你看这个次第顺序。啊，每一个阶段。 啊，学些什么？用佛菩萨名号来表法。所以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呐。啊，密室念佛人呐、啊，我们要懂得他的密意啊，真的他是佛讲经说法意在言外呀，我们要会体会啊，你要能体会得到。 这就是，呃，早年祖师大德常讲，会吗？啊，你会不会听？啊，你会不会体会到意思？然后你才知知道应该怎么修学。啊，事出世间法，这个我常常讲啊。只有有智慧的人，啊，他能够抓住机会。 他成功了。事法如是啊，佛法亦如是。机会在你面前，你要是错过了，错过之后啊，下一次那不晓得哪一生哪一劫才能碰到。啊，凡是成功的人，没有别的，他认识机会，他长于就是善于抓住机会，他成功了。 啊，就像世间这个一般做生意的人，啊，就他讲商机，啊,啊，商业的机缘，就赚钱的这个机会，你要看得很准，啊，你要把它抓住，你在这个上面投资，啊，真的赚钱呢、啊。 啊，机会在你面前错过了，你没有抓住了。啊，佛法亦复如是。啊，就是修福修慧这一种机缘，你要认识它了。啊，世出世间，大圣大贤没有别的，他没有私心。 一切为众生服务啊！佛法讲度众生，度是什么意思呢？度就是今天讲的服务啊，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，能够舍己为人啊，这个是大慈大悲呀、啊，这个叫大菩提心呐、啊。 不肯舍己为人的人，始终不能成就。啊！你说你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众生有苦难，希望你帮一点忙都不肯。啊，心里怎么想呢？等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我学成了再帮助你。啊，现在明明你有能力帮助，不肯帮助，等到极乐世界学成再来帮助，极乐世界你去不了。 啊，怎样的时候是到极乐世界学成再来呢？现在看到众生苦，我确实没有能力帮助。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学本事，这个心。啊，你现在有有能力，你不肯做，你跟阿弥陀佛的本愿相违背呀。有一分能力。 帮一份呐、啊，有两份能力帮两份呐、啊。你的功德是圆满的啊！这一切众生学佛啊，最大的难关是什么呢？进得少，退得多。 不要说是我们触发心的人，遇到这个不顺的这个境缘，马上就退心，小城都退啊啊，四国阿罗汉，引化到这个世界，看到众生难度，都会退心。啊，何况我们薄地凡夫。 烦恼习气一分都没有断，最容易退堕我，一退就往下堕落，啊，这是肯定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《这了凡四训》里面就讲的很好了，啊，这个时候要真正遇到善知识，提醒你。 啊，提拔你啊！来帮助你啊！《金刚经》上讲啊，善护念住菩萨了，啊，这是如来的呃教诲呀、啊。大菩萨要常常照顾小菩萨，小菩萨很容易退转，很容易堕落。啊，当他遇到这个退缘的时候，赶紧去帮助他。 不容易啊！那我们想想看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能不能遇到真善之事？啊，遇到真善之事，那是多大的福报啊！啊，才能保住自己不退转呢、啊。赵云处处都是啊，赵云从哪来的？无量界造作的业障嘛。 现在在菩提路上去，通通弃先行了。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我们接着看第九小段啊，佛度生，生受化，期间难以深浅。 总在于缘，缘之所在恩德宏深。种种教起，能令欢喜心如，能令触动虚中，能令魔障难遮，能令体性开发。祝福，文从发身吹迹。 故皆缘种，该是出世，习不可思议啊！若啊，若是出世啊、嗯，这一段的意思说的是啊，这是欧叶大师在《药解》里面所说的话。 特别是，发心从事弘法护法工作的人，啊，不能不懂这个道理。啊，如果不懂这个道理，我们在自行化他的路上。 总不免退心啊，这个是必然的现象。佛度众生，这个度就是教化了啊，教导众生了。那么众生接受佛的。 教化啊，话意思很深啊。我们常讲接受教诲，接受教诲只受到一边，不圆满啊。教了怎么样？教了你学了没有你们不,不肯学，这个教诲没有成就啊，没有成绩。画呢就有成绩了。 话是变化气质啊，啊，真有成就啊，成绩啊！古人说，读书志在变化气质啊，他有个转变，转变就是变化了，转恶为善，真的转了，转迷为悟，转凡为圣。 这个都是教学具体成绩显示出来了，能够转凡成圣呢，啊,啊，化凡成圣呢，这是最好的成绩啊，圆满的成绩。能够转迷为悟呢，这是第二等的成绩啊。 能够叫众生呢转恶为善呢，这是第三等成绩，啊，像中国人打分数用加一丙，啊，转凡成圣是加等，转迷为悟啊是一等，转恶为善呢是丙等，啊，这个话里头有这个意思在啊，啊，众生接受佛的教化。 啊，那决定是变化了，最低程度也是转恶为善了，啊，真的起了变化了，啊，这个其间难以前身总在于缘，啊，缘不但佛法讲缘，世间法也讲缘。 啊，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意思。学生跟老师要有缘呐。啊，缘从哪里看呢？嗯，学生尊重这个老师，啊，喜爱这个老师，老师呢，呃，也喜欢这个学生。 啊，这个师生呢，语言就深了。言深怎么样呢？学生听话，老师好教。啊，因为学生对老师尊重。啊，真正尊重。啊，尊重的样子是什么呢？义教奉献。 老师教了，如果我做不到，自己感觉到对不起老师。这个就是语言的力量啊，在推动啊。啊，老师也是这样的。啊，这个学生真正肯学，老师要没有好好的教他的时候，老师觉得我对不起这个学生。 早年我在台中求学，李老师常常跟我说：“啊，这说的都是古人的话。”啊，学生对老师有十分沉浸跟这个老师学，老师如果只教九分，还少一分呢。 对不起，学生。如果这个学生对老师只有五分的尊敬，老师不会教他六分。为什么呢？教他六分呢？多了一分呢，他不能吸收，他不能接受。啊，那你叫白费力气。 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说的好啊，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啊。所以老师教学，这里头必定有十分沉静的学生。老师讲的东西真是活盘托出啊，一点保留都没有啊。 那么沉浸性不足的，你有几分沉浸，你得几分；你没有沉浸性的时候，你一分都得不到。啊，那个没有关系，为什么？你是属于旁听。啊，你总算也算是有缘不错，因为平常你自己向老师请教，老师不会教你的。啊、哦，今天讲堂里头有真正十分沉浸的学生。 老师讲这东西精彩呀，啊，你可以在旁边旁听啊，啊，你能听多少？老师不负不负责任的，啊，所以佛说法了，我们常常在经典里面看到，但是我们看不懂，祖师注解就注出来了，当记者。 啊，那个当记者的呢，就是十分沉静。啊，那佛这个法是对他说的，别的人是旁听的。啊，像世尊讲华严，华严当记者是四十一位法生大事。啊，法身菩萨。 啊，那么全教菩萨，声闻缘觉在旁听的啊，啊，佛不是对他讲的，但是遇到这个缘呢，也算是不错，阿来也是里的种一点种个种子，啊，所以总在于缘，缘之所在呀、啊。 恩德宏深呐！啊,啊，我这一生当中遇到三位老师，真的是恩德宏深。啊，我们做学生的人，尊重、敬爱老师。 啊，老师对我们这个学生照顾无微不至啊！我们感激老师教诲之恩呐、啊！啊，用什么来感激呢？以教奉献 啊，那么就是一般人讲的，把自己修学的功德、弘法立身的功德、护法的功德回向给老师。啊，这报老师之恩呐、啊！啊，当年你教我没有白教啊！啊，我们续佛慧命啊！ 等于接力赛跑一样，老师把这个棒子交给我，我一定要完成。啊，我在找接力的人啊！接力的人在哪里呢？对佛，对法，对老师。 还是要有沉静呐、啊，没有沉静，这个棒子你拿不到啊！啊，事出世间法，就是一个沉，就是一个静。啊，不沉无物啊，什么都谈不上了。 所以有沉就，这有恩德，啊，种种教起，教师教诲岂是启发，啊，能令欢喜心福啊，学生真有真诚恭敬尊师重道，啊，他听老师教诲呀欢喜。 他相信，他不怀疑，他能起入啊。这个入里头就是讲的解悟正悟啊，能解能行能正就入了啊。学生好教啊啊。那么在一般讲呢？ 这学生有悟性啊，你一说他就懂，他就明了啊。跟差一点的人难呐、啊，一个点，他不懂啊，他还是随身烦恼习兮,兮回不了头来、啊。 这种人多，啊，真正听了就相信就理解，哎，就能一教奉行。实在讲啊，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，这实实在在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平常。 在这个讲席里头常说，啊，我没有说这些这这这,这些话了。我常常讲说，好学啊，最重要是好啊，爱好啊，啊，人只要好学，你一定能够遇到真善知识。 为什么呢？感应，好学是能感呐、啊。啊，能感动诸佛菩萨了，能感动善知识啊，好，决定能依交奉行，啊，你肯学，啊，能信能解，做不到，这个不是好学。 你这个叫耗子不够，不够分数啊！啊，没有达到标准的、啊，真正好啊，一定是一交风险，一定能做到。啊，语言重要了。啊，同样一个道理，朔方案时机。 祝福很多，为什么我们偏偏念阿弥陀佛？为什么不念别的佛？啊、阿弥陀佛跟我有缘，我欢喜他，他也喜欢我，有缘嘛、啊？是佛不度无缘之人呐，啊？怎么知道有缘呢？ 这个净土经典一接触就欢喜，这就是有缘。这一听呢就能懂，啊，懂了之后啊，哎，真正肯照做，依教奉行，从这个地方就看出缘出来了。啊，换另外一部经。 也能相信，也很欢喜。啊，有时候呢，许多地方不懂啊，啊，去请教人听人讲，好像人家也没讲清楚，啊，没有办法一教放心。或者呢，懂了啊，这个行不容易，太难了。 这个法门容易啊，直接稳当啊，快速啊，而且成功圆满啊，这有缘嘛、啊？菩萨里头菩萨也很多啊，哎，偏偏念观世音菩萨啊，什么原因呢？ 观音菩萨跟娑婆世界人有缘，啊，所以在中国，你看看谚语里面常讲啊，啊，家家观世音，户户弥陀佛，啊，弥陀观音好像跟中国人特别有缘分，而且缘分很深，就这么个道理，啊，设放祝福也都知道。 大概是弥陀观音不但跟我们这个团有缘，跟十方世界众生都有很深很深的缘分啊！所以，祝福如来宣扬啊，祝福如来劝我们发心，跟弥陀、跟观音学习。 连生呢，确实，这底下讲的这几句效果非常明显，能令触动虚中啊，这个虚中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种子啊，善知识老师教会你，会把你过去生中阿赖耶识里头。 善根种子出动，啊，换一句话说呢，你的学习呀、啊，跟过去生的学习呀、啊，哎，接上了。这个语言好啊，啊,啊，跟过去生中学的接上了啊，啊,啊，本来是中断了，怎么断的呢？各因之谜。 我们是业报生的，来投胎的时候，把前世的、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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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善善根种子啊忘掉了，啊，所以有它不起现行，不起作用，啊，善知识不断的在开导，哎，豁然悟了，悟是有原因的，过去生中曾经学过。 这个是老师的增善缘呐，啊，能令魔障难遮啊，这是真的。你在菩提道上，你想修行，你想度化众生，啊，都有魔障来阻扰你。 啊，如果你有善知识教导你呢，这个魔障啊，就化解了。啊，怎么化解呢？因为你有智慧了，你记住啊，善知识的教诲，你不怀疑。 你不迷惑啊？魔障有顺境，有逆境。你要有智慧，有慧眼，你能够看得出来啊。顺境是什么呢？样样都很容易。让你起。 贪爱，要知道贪爱是烦恼啊，是三毒之一呀、啊。你在这个境界里起了贪爱了，不是好事情啊，魔障先前啊。啊，那你有智慧，他就不会障碍你了。 你会应付的非常好，知恩报恩，啊，感恩戴德，这个里头不生烦恼啊，烦恼是贪爱呀，啊，不生贪心啊，不愚痴啊。如果这个魔杖是逆境，啊，逆境怎么样呢？叫你生成恚，啊，生嫉妒。 不善的念头啊，生起来了啊！你要能认识清楚，你要有智慧呀、啊，把逆境转变成顺境。不但他不能障碍你、啊，有时候还把你提升了啊！所以古大德跟我们讲了一句真话了。 菩提道上，无佛也无魔。这个话是真话。佛跟魔从哪里来呢？一念觉，情与无情，都是佛境界；一念迷，情与无情，统统是魔境界。 啊，跟你说实在话，确确实实没有佛，也没有魔，魔跟佛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。啊，这不是佛在经上常讲的吗？一切法从心想生呐、啊。啊，我心想具而不迷呀、啊，这一切法都是佛法。 啊，我这个心想啊，迷惑颠倒啊，迷而不觉、啊，这一切法都是魔障。所以，佛魔是自己念头上变现出的境界。啊，那么在最近。 这一段时期，啊，大家了都看到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话验，啊，从这个比喻上，你应该能懂啊。我们以善心，啊，一念善，啊，爱心、感谢的心，你看谁借金呢？ 形示那么样的美啊！如果我们以恶劣、很不好的这个心态对这个水，这个水那个洁净就非常难看啊。水呢，它也没有好，也没有丑，好丑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念头，它随着我们的念头来变呐。 所以，偶业大师说得好啊：“静云无好丑。”啊，静是物质环境，云是人事环境。也就是说，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里头没有佛，也没有魔，啊，佛是代表好啊，魔是代表丑啊，没有好丑啊。好丑在于心。 我们自己的心呐、啊，念头啊，就跟那水一样，水没有好丑啊。哎，我们以善念对它，哎呦，它就变得好很美；我们以恶心对它，它变得很丑陋。啊，水的本身确实没有好丑。啊，那么你懂得这个道理，祖师给我们讲的。 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里面是平等的，啊，真的是清净平等，这是唯心所现呐。我们看到好丑是什么？是自己的实变现出来的，实就是妄想分别之主。啊，外面境界随着我们心念变现出来的。 中风禅师在《系念法事》里面给我们讲啊：“净土即此方啊，此方即净土啊。西方是极乐世界，跟我们娑婆世界无二无别，没有两样啊。啊，为什么这个现是事实上有这么大的差距呢？” 人心不一样，极乐世界的人心善，山河大地有情无情呢、啊，都变得非常善。那那我们这个地球上啊，人心不善呐、啊，自私自利，贪嗔痴慢，所以这个是。 有情无情，山河大地就变成了无住卧室啊！如果离开了居住在这个地区人的心念。极乐跟娑婆是平等的，一点差别都没有啊！那个不同的差别呢，就是。 居民心行不相同。我们想把这个地球变成极乐世界，在理论上讲不难呐、啊。只要居住在地球上的居民都能够断卧修善，都能够破迷开悟，这个情雨无情，山河大地统统变成极乐世界了。 啊！无量众宝庄严，离如是，似也如是啊！啊，所以这个真善知识帮助你，真的能令魔障难绝。 啊，我的老师，三个老师都完成了。啊，李老师是最后走的，距离现在也十二年了、啊。这十二年当中，我们也经历不少的魔障啊，但是都能够很顺利的通过。 啊，这什么什么原因呢？老师早年的教诲，我们记住了。啊，遇到灾难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怎样把它化解。啊，怎样不受阻扰？怎样提升自己的境界？ 啊！提升自行红发跌继续，不叫它中断了。 都是老师教的，啊！如果老师要没有教到我们，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应付莫让。为什么呢？决定会跟他对立，决定会生成会。那就错了，啊！冤家宜解不宜结，那就跟人结怨了。 啊，现在我们懂得这个方法。啊，遇到冤对，我们都能够从内心里面把这个结化开，彼此双方都得利呀。啊，不积怨恨。 能令体性开发，这一句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，能帮助你开悟啊。体性开发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。 啊，开是开悟，发是发明。在晋宗里面，就是礼也心不乱。啊，体性开发是礼也心不乱。啊，礼也心不乱，跟宗门里面的明心见性，教下的大开元解，是。 一个境界，啊，只是这三种不同的法门、不同修行的方法，设的名词术语不一样，其实一个境界。啊，所以理一心不乱呢，就是明心见性，就是大开圆觉。这个地方讲的体心开发。 宇宙万有的本体呀，在佛法里面讲的佛性、法性呐，啊，有情份上叫他做佛性，无情份上呢叫他做法性。啊，佛性跟法性合起来呢，就叫做体性。 你明白了，你开发了啊！这个事情很难懂，也很难讲清楚啊。那么我们在讲习里头也常常提醒啊。果然你明白了，对你的修学有很大的帮助。 这个最大的帮助呢，就是前面一句讲的，“能令魔障难遮”，啊，你真的懂得这个道理，菩提道上一帆风顺精进不懈，没障碍了。 佛性，什么叫佛性？六根的本能就是佛性。啊，眼能见，耳能听，鼻能嗅，舌能尝，身能触，意能知。那本能呢？本能是佛性啊。啊，什么是法性呢？我们六根。 接触外面的对象啊，就是发现。啊。我们用见性见外面的这个色相啊，这个外面的色相是发现。祖师大德常讲的第一念啊，第一念呢是正念啊。 第一念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，啊，所以那你就是佛啊，如如佛啊。但是问题在哪第二念呢，就麻烦了，你就堕落了，你不能保持第一念啊，因为第一念里面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啊，还没起来。 第二念呢？你起心动念，这一起心动念呢，就落到意识里头去了，就把自信本具的薄弱智慧呀、啊，变成了意识啊，变成八十了啊，这就错了。 这就堕落到凡夫了，啊！这一堕落，自然就起了妄想分别之主，啊！妄想是阿赖耶，分别是第六意识，执着是莫那。啊，要知道，自信里头没有这个东西，啊！自信、真心、真心里头。 没有这东西，这个东西是然物。这些东西叫做不觉啊！你有了这些东西了，你就不觉了。佛法称你为凡夫，你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佛法称你为圣人，啊，称你为佛菩萨。 佛菩萨跟凡夫差别就在此地。佛菩萨永远保持第一念，绝对不会落在第二念，所以叫一心不乱。啊，我们有一心，但是这个一心是非常快速，立刻就堕落到二三四了，马上就堕堕落下来了。 那一堕落之后呢，我们眼见呢就眼识。见色尘，啊，不叫色性了。耳识闻声尘，那这凡夫境界了。这样的心行，那就是搞六道轮回了，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。 这个道理要懂啊，事实真相要明了啊，啊，真正懂得，真正明了了，六道九法界有没有障碍？没有障碍，为什么呢？它是虚幻的，不是真的。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”啊，六道十法界是梦幻泡影。 啊，在这个里面，只要你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你还是住你的一真法界。啊，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，我们凡夫助六道。 住五主卧室，他们呢？他们住一正法界，一丝毫没有沾染。啊，跟我们在一起和光同尘。啊，一样在一起吃喝玩乐。啊，一样在一块聊天，两个不同境界，一个浊，一个迷。 啊，觉的人他注意真法界，迷的人，他住他自己变现的五浊境界，不一样啊，不一样在这个地方啊。 清净善友，佛是第一善友啊。我们要清净阿弥陀佛、啊，阿弥陀佛在哪里呢？阿弥陀经，无量寿经，观无量寿经，那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如果我们看不懂，不认识，啊，那必须要有介绍人。 介绍人是谁呢？这祖师大德注解的是介绍人啊！你看《弥陀经》，我们找到三个最好的介绍人啊：莲池大师、藕叶大师、优西大师啊！这三个人介绍的好啊！啊，莲池大师苏潮。藕叶大师要解，优西大师。 云中朝啊！我们现在正在学习《华严经》，啊，《华严经》有两位介绍人：清凉大师、李通玄长者。 啊，我们依据这两位注解来学习啊，所以没有这些真正有修有学啊，其如境界的人来引导我们。 这个经典里面意思真的很深，我们很难体会，啊，很不容易切入，啊，这些注解对我们太重要了。早年方东美先生把青年的苏超。 礼长者的合论，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国宝，无比的尊重啊！啊，所以他能切入啊。 他、啊、没有出家人，或者是在家大德居士给他讲解，啊，没有接触过佛门的大德，他完全自己在家里读经，啊，他怎么能读懂呢？没有别的，沉浸，啊，他所用的方法，那就是以后。 李老师教给我的“至诚感通”，啊，方先生确确实是“至诚感通”，啊，没有人跟他讲，啊，他也没有人跟他商量，跟他在一块学习没有，自己一个人。啊，那我们看他的成就，看他在学校里的教学。 啊，在那个时候没有录像，有录音。啊，学生从录音带把他老人家所讲的整理成文字，啊，现在都有流通啊，不可思议。 下面说，诸佛本从化身垂击。这一句话很重要啊！化身，化身是离体，前面讲的提现呐，提现是化身呐。啊，诸佛如来从哪里来的？众生有感。 化身有应，啊，化身怎么应法呢？化身现象应。化身本来没有相，它能现相。啊，这个现象呢，就是诸佛的应化身。啊，像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印度，应化身。啊，众生有感呢，化身就应了。 化身是业，哪个地方有感，哪个地方就有业。硬化身无量无边呐、啊，千百亿化身，千百亿还是有数字，实际上没有数字的，啊，千百亿只是形容，只是表法，啊，无量无边。 哪个地方众生有感，立刻就应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，诸佛本从法身垂迹，这里包括菩萨，菩萨也如是啊。不但包括菩萨。 包括声闻，包括圆觉，包括世间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啊。普门品里头，大家不是念过吗？应以什么身得度啊？他就现什么身，不可思议啊！我们看普门品里面三十二应，那是举例子说。 啊，把他的应身区分为三十二大类，每一类里面无量无边呐、啊，啊，统统是发身垂击。啊，故皆缘种啊，故事坚固啊。为什么呢？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。 列无为也然呢、啊？这是佛在经论里头常说的啊，所以我们跟一切诸佛如来都有缘，跟一切菩萨也都有缘，跟一切众生都有同样的缘呐。啊，这个缘就现在讲关系啊，现在不讲缘，讲关系啊。 我们跟佛的关系，跟菩萨的关系，跟声闻缘觉的关系，跟一切众生的关系非常密切啊！这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？啊，若失若出师啊，出师这个这个世间就九法界众生出师四圣。 既不可思议，真的是不可思议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没有一个众生跟我们有缘的，不但有情众生跟我有缘，无情众生都不例外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“情与无情同源种质”啊，啊，有情无情都不例外啊。 但是，那为什么又说这个人有跟我有缘，那个人跟我没有缘呢？啊，通通都有缘，缘里面呢还有亲疏。啊，比如我们这一家人，啊，一家人呢，父子最亲呐，啊，我们常讲一等亲啊。 啊、这语言最最密密集的了，啊，第二个呢，兄弟，啊，兄弟姐妹，同胞，兄弟姐妹，二等亲，啊，到第三代呢，跟你的孙子，啊，跟你的侄孙的三等亲，所以他有亲疏不同啊。 通通有关系啊，亲疏不一样啊。世法可以比佛法了，啊，佛法亦法如是啊，我们跟一切诸佛如来都有缘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但是过去生生生中生生世世，哎，跟某一个佛常常往来，常常亲近，哎，那跟他的缘呢，跟另外那个佛的缘呢就不一样了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朋友之间，我们跟哪些人常常往来，哎、啊，这个里头的情跟一般人的情又不一样。 然后你才真正懂得，佛门里面常讲，佛不度无缘之人。你才懂得这个意思，啊，实际上讲哪个人没有缘，通通有缘。啊，那个佛不度无缘之人是，这个缘比较浅，比较薄。 啊，缘深缘厚，见面生欢喜心。啊，我们讲的很投缘。啊，那就是过去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常常在一起，或者是常常是一家人。 啊，常常是好朋友，常常是同餐道友。啊，这个缘就很深。啊，很容易融合，彼此能够建立互信。啊，互相尊重。啊，互相信赖，互相依靠，这个缘深呢。 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，并不是真的没有缘呐、啊。啊，山河大地呀、啊，植物矿物啊，通通有缘呐、啊。你什么有缘的话，这个水，为什么你以爱心对它，它就会接近很美的，像像这个花朵一样。啊，为什么它会有这个结晶？ 这个地方你要晓得啊，有缘。啊，你这个不好的念头对他，那他的就显得很丑陋。这都是缘呢，要没有缘的话，怎么能讲得通呢？啊，这个缘是什么？体性，一个体现。啊，在这无情众生，谁是无情？称作发性。啊，那我们是有情，称为佛性。佛性跟发性。 总而言之，合起来就是体现。啊，所以事出事发了，都不可思议啊！今天时间到了。